相赞，炉香乍若，法界蒙熏，诸佛海会悉遥闻，随处结祥云，诚意方殷，诸佛现全身，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，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，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。敬深夜真言，嗡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萨婆诃，嗡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萨婆诃，嗡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萨婆诃。敬口业真言，嗡修利修利摩诃修利修修利萨婆诃，嗡修利修利摩诃修利修修利萨婆诃，嗡修利修利摩诃修利修修利萨婆诃。敬意业真言，嗡哇兹拉达诃合哄，嗡哇兹拉达诃合哄，嗡哇兹拉达诃合哄。安土地真言，南无三满多摩陀南，嗡嘟噜嘟噜地威娑婆诃，南无三满多摩陀南，嗡嘟噜嘟噜地威娑婆诃，南无三满多摩陀南，嗡嘟噜嘟噜地威娑婆诃。普供养真言，嗡耶耶囊三婆哇发兹拉哄，嗡耶耶囊三婆哇发兹拉哄，嗡耶耶囊三婆哇发兹拉哄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开经偈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僧伽乍经，原为南天竺优禅尼国王子月婆首挪译。僧伽乍经卷第一，如是我闻。一时薄伽婆在王舍城灵鹫山中，共摩诃比丘僧22000人聚，其名曰慧命阿若娇陈如，慧命摩诃摩伽略，慧命舍利子，慧命摩诃迦舍，慧命罗侯罗，慧命薄俱罗，慧命跋陀斯挪，慧命贤德，慧命欢喜德，慧命王止，慧命须伏地，慧命难陀斯挪，如是等22000人聚，共菩提萨多摩诃萨多62000人聚，其名曰弥地利菩提萨多，一切勇菩提萨多，同真德菩提萨多，发心同真菩提萨多，同真贤菩提萨多，无减菩提萨多，文殊师利菩提萨多，普贤菩提萨多，金刚斯挪菩提萨多，如是等62000人聚，复有12000天子，其名曰阿仇挪天子、跋陀天子、须跋陀天子、悉法天子、旃檀藏天子、旃檀天子，如是等12000天子聚，复有8000天女，其名曰毗邻陀天女、端正天女、发大意天女、遂德天女、护世天女、有力天女、随善臂天女，如是等8000天女聚，复有8000龙王，其名曰阿波罗罗龙王、伊罗波龙王、提弥罗龙王、君婆娑罗龙王、君婆施利沙龙王、须难陀龙王、须舍屈龙王、伽婆施利沙龙王，如是等8000龙王聚，皆向灵鹫山一世尊所头面礼足，右绕三匝，却住一面。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从坐而起，偏袒右肩，合掌向佛，白佛言：世尊，唯愿世尊演说正法，利益众生。世尊，无量亿天众、无量亿才女、无量亿菩提萨多、无量亿声闻皆悉已及，欲闻正法。
世尊，如是大众皆欲闻法，唯愿如来应供等正觉为说妙法，令长夜安稳，断诸业障。二时，世尊赞一切勇菩提洒多，善哉善哉，一切勇，能为大众请问如来如是之事，汝今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当为汝说。唯然，世尊愿要欲闻。二时，世尊告一切勇菩提洒多，有法门名僧伽吒，若此法门在阎浮提有人闻者，悉能除灭忤逆罪业，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。一切勇，与汝意云何？若人闻此法门福德之具过于一佛福德之具。一切勇白佛言：云何，世尊？佛告一切勇：如恒河沙等诸佛如来所有福德，若人闻此法门所得福德亦复如是。一切勇：若人得闻如是法门，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切不退转，见一切佛，一切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恶魔不恼，一切善法皆得成就。一切勇：闻此法者能知生灭。二时，一切大众从坐而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向佛，白佛言：世尊，一佛福德有几量也？佛言：善男子，谛听，一佛功德譬如大海水滴，如阎浮提大地微尘，如恒河沙等众生悉作十地菩萨，如是一切十地菩萨所有福德，不如一佛福德之具。一切勇：若人闻此法门福多于此，算数譬喻所不能及。二时，一切大众闻是说已，踊跃欢喜，多增福德。时一切勇菩提洒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何等众生可要正法？二时，世尊告一切勇菩提洒多摩诃洒多：一切勇，有二众生可养于法。何等为二？一者，于一切众生其心平等；二者，既闻法已，等为众说，心无希望。一切勇菩提洒多白佛言：世尊，闻何等法得尽菩提？一切勇：可养闻法得尽菩提，常信要听受大乘法者得尽菩提。二时，人、天、猪龙、才女从坐而起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我等可法，愿佛世尊满我所愿。二时，世尊即便微笑，种种色光从口中出，遍照十方，上至梵世，还从顶入。二时，一切勇菩提洒多从坐而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白佛言：世尊，以何因缘如来现此稀有之相？二时，世尊告一切勇菩提洒多：于此会中一切众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成就一切如来境界，是故佛笑。一切勇菩提洒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何因缘故此会众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？佛言：善哉善哉，一切勇，能问如来如是之意。一切勇以愿胜故。一切勇：乃往过去无数阿僧祇劫，有佛世尊号曰宝德如来，应供正遍知，明行足，善事世间解，无上士，调御丈夫，天人师，佛世尊。一切勇：尔时我作摩那之子，此会众生诸佛智慧者，往昔之时悉在路中，我时发愿，如是诸路我皆令住佛智慧中，十路闻已，寻皆发言，愿得如是。一切勇：此会大众因彼善根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二时，一切勇菩提洒多摩诃洒多白佛言：世尊，若有众生闻此法者，寿命几劫？佛言：其人寿命满八十劫。一切勇菩提洒多白佛言：
世尊皆以何良？佛言：善男子，譬汝大乘纵广十二由旬，高三由旬，乘满胡麻，有长寿人过百岁矣，取衣而去。如是城中胡麻西尽，皆由不尽。一切有，又如大山纵广二十五由旬，高十二由旬，有长寿人过一百岁，以轻增薄一往服之。如是山尽，皆由不尽，是名劫粮。时一切有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一发誓愿尚得如是福德之具，受八十劫，何况于佛法中广修诸横。善男子，若有闻此法门者，所得寿命满八十劫，何况书写读诵之者。一切有，若有人以净信心读诵此法门，福多于前，九十五劫自食宿命，六万劫中为转轮王，于现在世人所敬重，刀不能害，毒不能伤，腰骨不重，临命终时得见九十五亿诸佛安慰之言：汝莫不畏，汝在世时闻僧伽吒法门，九十五亿佛各将其人至其世界。一切有，况复有人得具足闻如是法门。尔时一切有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我当听受如是法门得何福德？佛告一切有：如恒河沙诸佛如来所有福德，闻是经者所得福德亦复如是。时一切有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我听此法心无疲厌。佛告一切有：善哉善哉，汝能如是闻法不厌，我亦如是闻法不厌，况复凡夫心生厌想。一切有，若有善男子闻此法门生信心者，于千劫中不堕恶道，五千劫中不堕畜生，万二千劫不堕愚痴，万八千劫不生边地，二万劫中生处端正，二万五千劫常得出家，五万劫中做正法王，六万五千劫修行念死。一切有，必善男子善女人无少不善，恶魔不得起变，不入母胎。一切有，闻此法门者，生生之处九十五阿僧祇劫不堕恶道，于八万劫常得闻持，十万劫离于杀生，九万九千劫离于妄欲，一万三千劫离于两舌。一切有，如是法门难执难闻。尔时一切有菩提萨多摩诃萨多从坐而起，偏袒右肩右膝着地，合掌白佛言：世尊，谤此法者其罪多少？佛告一切有：其罪甚多。时一切有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得几数罪？佛告一切有：莫问此事。善男子，若有于十二恒河沙诸佛如来起于恶心，若有谤者，罪多于彼。一切有，若于大乘起恼心者，如彼众生被烧焦燃。一切有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是众生云何可救？佛告一切有：譬如有人刀断其头，使医治之，涂以石蜜酥油诸药以用涂之。一切有，与汝意云何？如是众生还可活否？一切有白佛：否也，世尊。一切有，又如有人刀害不断，若得良医治之则忏，彼人忏已知起大苦，我今之已更不复作恶不善业。一切有，若善男子念不施时亦复如是，离一切恶及诸善法诸善具足。譬如死尸，父母忧愁啼泣不能救护，凡夫之人亦复如是，不能自立不能利他，无依父母，如是如是。一切有，彼诸众生临死之时无所依止。一切有，无依众生有二种，何等为二？一者
作不善业，二者诽谤正法。如是二人临死之时无医治处。时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彼谤法者生何道中？佛告一切勇：谤法之人入大地狱，在大教唤地狱一劫受苦，众合地狱一劫受苦，烧燃地狱一劫受苦，大烧燃地狱一劫受苦，黑绳地狱一劫受苦，阿鼻地狱一劫受苦，毛树地狱一劫受苦，猴猴地狱一劫受苦。一切勇：谤法众生于此八大地狱满足八劫，受大苦恼。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大苦大苦，我不能闻。尔时世尊而说颂曰：何故不能闻？此语甚可怖。地狱为大苦，众生受苦痛，若造善业者则有乐果报，若造不善业则受余苦报，生则有此苦，又悲苦所缚。凡夫常受苦，无有少乐时。智慧人为乐，能意念诸佛，信清净大乘，不堕于恶道。如是一切勇，本业得果报。作业时虽少，得无边果报；种子时虽少，得无量果实。植种佛福田，能生果实处。智者得安乐，乐于诸佛法，远离于恶法，修行诸善法。若以一毫物，用布施诸佛，八十千劫中，俱富俱财宝。随所受生处，常念行布施。如是一切勇，施佛得福身。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陀言：世尊，云何修佛智慧？云何闻此法门增长善根？佛告一切勇菩提萨多：若有人供养六十二亿恒河沙诸佛，施诸乐具，若复闻此法门者，所得福德与前正等。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善根满足？尔时世尊告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言：功德如佛者，当知满足。一切勇白佛言：世尊，何人功德与如来等？佛告一切勇菩提萨多：善男子，法师善根与如来等。一切勇菩提萨多言：世尊，何等是法师？佛告一切勇菩提萨多：流通此法门者名为法师。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闻此法门得何等福？书写读诵此法门者得己所福。佛告一切勇菩提萨多言：善男子，于十方面一方各十二恒河沙诸佛如来，依如来注释说法满十二劫。若有善男子说此法门功德，与上诸如来等；若有善男子书写此经，四十八恒河沙诸佛如来说其功德不能令尽，况复书写读诵受持。时一切勇菩提萨多问佛言：世尊，若读诵者得己所福？尔时世尊说诵答曰：读诵四句偈得此最胜福，如八十四恒诸佛所说法，读诵此法门得如是福德，如是诸功德言说不能尽。十八亿诸佛注释满一劫，十方一切佛常赞大乘法，善说此法门而无有穷尽，诸佛难止欲，此法亦如是。尔时八十四亿天子至于佛所，合掌顶礼白佛言：善哉世尊，如是法藏愿助阎浮提。尔时复有十八千亿尼犍子来诣佛所，白佛言：上也沙门瞿昙。佛告尼犍：
如来场上汝等住颠倒，云何见汝等圣？汝无圣也。汝等善听，今为利益汝等，为汝等说。凡夫无慧乐，何处得有圣？不知于正道，云何得有圣？我是众生道，以甚深佛也。二十，你见子于世尊所心生嗔恚。二十，帝释着金刚杵以手磨之，用你泥剑。十，十八千亿诸泥剑子惶怖苦恼，悲泣啼哭，如来隐形令其不见。二十，诸泥剑子不见如来，悲泣诵曰：父母及兄弟无能救济者，见旷野大泽空无人行路，彼处不见水，亦不见树荫，亦不见人众，无伴独受苦，彼受诸苦恼，犹不见如来。十，诸尼见从坐而起，右膝着地，出大声言：如来哀悯，愿见救济，我等皈依佛。二十，世尊即时微笑，告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言：善男子，如往拜到尼见子所为其说法。二十，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譬如须弥山王小山无能出者，如是世尊于如来前我不能说。二十，世尊告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：善男子，莫作是说，如来有多方便。一切勇，如往观十方一切世界，如来在何处住，于何处所夫如来坐？一切勇，于泥见所我亦当自说法。一切勇白佛言：世尊，成何神力？唯以自神力去，以佛神力去也。佛告一切勇：如以自神力去，还时以佛神力而来。二十，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从坐而起，偏袒右肩为佛作礼，即默不现。二十，世尊为泥见说：生苦生恼，人生多不，生有病苦，病有劳苦，劳有死苦，富有亡难、贼难、水难、火难、毒难、自作业难。时诸外道心怀恐怖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我等于今更不忍生。二十，世尊说此法时，十八千亿诸外道等得离尘垢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自身十八千亿住于始地，大菩提萨多现菩提萨多种种神力，或作象形、马形、狮子虎形、金翅鸟形，或作须弥山形，或作老形，或作猕猴，或作花台，皆加趺坐。十千亿菩提萨多在其南面坐，九千亿菩提萨多在其北面，皆作如是神通变化。如来常在三昧，以方便力故为众生说法。二十，如来知一切勇菩提萨多自用神力去矣，七日至花上世界。十，一切勇菩提萨多以佛神力屈身必请来至佛所，道以又绕三匝，发清净心，合掌礼佛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以一神力至十方诸佛世界，见九十九千亿诸佛世界；第二神力见百千亿诸佛世界，至第七日到花上世界，一至不动如来世界。世尊，我知彼国见九十二千亿诸佛说法，又见八十亿千世界，八十亿千诸佛，即日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我悉供养复过而去。世尊，我即日至三十九亿百千佛国，见三十九亿百千菩提萨多出家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世尊，我悉恭敬礼拜，又绕三匝，复过而去。世尊，
又于六十亿世界见六十亿佛，我悉供养恭敬礼拜而去。世尊，我见百亿世界百亿如来入波涅盘，我亦供养恭敬礼拜复过而去。世尊，我见六十五亿世界诸佛正法灭尽，我心焦恼而怀悲戚。见天龙夜叉忧恼啼哭如见入心。世尊，彼佛世界劫火所烧，大海须弥悉皆烧尽，无有遗余，我亦供养复过而去，乃到花上世界。世尊，我到彼世界见夫百千亿座。世尊，见彼南面夫百千亿座，东西北方及以上下各夫百千亿高座。世尊，彼一一座七宝成就，一一座上有一如来皆加夫座为众说法。世尊，我即见已生稀有心，问彼世尊，此世界者名为何等？彼佛如来即告我言，此世界者名曰花上。世尊，我礼彼佛，问其佛言，如来世尊名号何等？彼佛答我，号莲花藏，于此世界常作佛事。我复问言，此世界中无量如来，何者是莲花藏如来之身？彼世尊曰，我当是汝莲花藏佛。尔时诸佛悉隐不现，唯见一佛，其余座上悉是菩萨。我时礼佛，时有一座从地涌出，我于此座皆加夫座。时我座已，有无量座忽然而出，空无人座。我问彼佛，此座何故空无人座？时佛世尊而告我言，善男子，不种善根众生不得在于此会之中。世尊，我时问彼如来言，世尊，作何善根得在此会？时佛告言，谛听善男子，得闻僧伽吒法门者，已是善根得在此会，何况书写读诵。一切勇，汝闻僧伽吒法门，故得在此会，无善根人则不能得见此佛国。二十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比佛言，世尊，得闻此法门者得何福德？二十莲花藏如来即便微笑，世尊，我实作礼问比佛言，佛何故笑现稀有相？时莲花藏如来告一切勇，善男子，一切勇菩提萨多得大势力，譬如转轮圣王主四天下，于四天下种满胡麻。善男子，如彼胡麻其数多否？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世尊言，甚多世尊，甚多善事。佛告一切勇，有人具彼胡麻以作一句。一切勇，有人能数知其数否？一切勇菩提萨多白彼世尊，不可数也，善事世尊。时莲花藏如来告一切勇菩提萨多，善男子，若胡麻等数诸佛如来说，文经功德不能令尽，何况书写读诵。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，世尊，书写得何等福？佛告一切勇，善男子，譬如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沙尘树叶草木，以如此等数转轮王，如是轮王宁可数否？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，世尊，不可数也，善事世尊。佛告一切勇，善男子，听此法者，如是一切诸转轮王所有福德不及此福，于此法门书一字者，功德胜彼一切轮王所有福德。如是善男子，此法门者摄于一切大乘正法，不得以轮王福德为喻。如是一切勇，此法门功德非譬喻说，如此法门能是法藏，灭诸烦恼，燃大法炬，降诸恶魔，
照明一切菩提萨埵之舍，说一切法。二十，一切勇菩提萨埵摩诃萨埵白佛言：世尊，行发横者甚为稀有，何以故？世尊，如来横难得。佛告一切勇：如是善男子，梵横难得，若行梵横，若昼若夜常见如来，若见如来则见佛国，若见佛国则见法藏。临命终时，其心不怖，不受胎生，无复忧恼，不为爱河之所漂没。二十，世尊复告一切勇菩提萨埵摩诃萨埵：善男子，如来出世难可值遇。一切勇言：如是世尊，如是善事，如来出世难得值遇。佛告一切勇菩提萨埵摩诃萨埵言：此法难值，亦复如是。一切勇：若有得闻如是法门经语耳者，八十劫中自使宿命，六十千劫作转轮王，八十劫中作天地士，二十五千劫作净居天，三十八千劫作大梵天，九十九千劫不堕恶道，百千劫中不堕恶鬼，二十八千劫不堕畜生，十三亿百千劫不堕阿修罗中刀剑不伤，二十五千劫不生愚痴中，七千劫具足智慧，九千劫中生处端正，具足善色如如来身，十五千劫不做女人，十六千劫身无病恼，三十五千劫常具天眼，十九千劫不生龙中，六千劫中无嗔恚心，七千劫中不生贫贱家，八十千劫住二天下，极罪无穷受如是乐，十二千劫不生盲明，十三千劫不生龙中，十一千劫修行忍辱，临命终时实行将灭，不起道想，不生嗔恚，见东方恒河沙等诸佛如来，面见南方十二亿佛，面见西方二十五恒河沙诸佛如来，面见北方八十恒河沙等诸佛如来，面见上方九十亿恒河沙诸佛世尊，面见下方百亿恒河沙等诸佛世尊。善男子，彼诸世尊安慰其人：善男子，汝莫恐怖，汝已听受僧伽吒法门。善男子，汝见如是恒河沙等百千亿佛世尊否？唯然已见。世尊告曰：此诸如来故来见汝。是善男子问言：我作何善，诸佛见我？诸佛告言：善男子，汝在人中曾闻僧伽吒法门，是故诸佛故来见汝。是善男子白佛言：世尊，我曾少闻得如是福，况复具足受持是经。彼佛告言：善男子，莫作是说，闻四句偈所有功德，我今说之。善男子，譬如十三恒河沙诸佛如来所有福德，闻此法门福德胜彼，若有供养十三恒河沙诸佛如来，若有于此法门闻一四句偈，此福德胜彼，况具足闻？佛复告一切勇菩提萨埵言：善男子，若三千大千世界满中胡麻，以此胡麻树转轮王，若有人不施如是转轮王，不如不施一须陀环。若施三千世界一切须陀环所得福德，不如施一斯陀含。若施三千世界诸斯陀含，不如施一阿罗含。若施三千世界诸阿罗含，不如不施一阿罗汉。若施三千世界诸阿罗汉所得福德，不如不施一辟支佛。若施三千世界诸辟支佛所得福德，不如施一菩提萨埵。若施三千大千世界菩提萨埵，不如于一如来所起清净心。若于三千大千世界诸如来所生清净心，
不如凡夫文思法门功德胜彼，何况书写读诵受持一切勇，况复有人以清净心意念此经，一切勇于云何？颇有凡人能夺大海否？一切勇言：否也，世尊。佛告一切勇：于云何？颇有凡夫以手一搓能结海否？一切勇言：否也，世尊。佛告一切勇：要小法者亦复如是，不能听受如是法门。一切勇：若不曾见十八亿恒河沙诸佛如来，不能书写如是法门。若不曾见九十亿恒河沙诸如来者，不能闻此法门。若人曾见百千亿如来者，闻此法门不生诽谤。一切勇：若有曾见百千亿恒河沙如来，闻此法门能生净信，起如实想，不生诽谤。一切勇：听若有书此法门一四句偈，彼过九十五亿千世界，如阿弥陀国彼人佛土，亦复如是。一切勇：彼诸众生寿命八万四千劫。一切勇：若菩提萨多摩诃萨多于此法门闻四句偈，诸众生摄使造五逆罪，教人随喜，若能听受一四句偈，所有罪业能令除灭。二十，世尊复告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言：往昔有人破塔坏僧，动菩提萨多三昧，坏灭佛法，杀害父母，坐以生悔。我师今世后世之乐，当于恶道一切受苦，生大愁忧，受大苦恼。一切勇：如是之人，一切世人所共恶见，作如是言：此人失于世间，出世间法，此众生于无量劫犹如浇树，不能复生。譬如画堂，不以浇筑而作庄严，此人亦耳。今世后世所至之处，人皆轻贱、打骂、毁辱，不施饮食，彼受饥渴、打骂、苦恼，自意念言：我造逆罪，破塔坏僧，作是思维，我向何处？谁能救我？作如是念：我当入山自灭其身，无人救我。二十，彼人而说偈言：我造不善业，犹如浇木柱，今世不庄严，他世亦如是，世内不庄严，在外亦如是。恶因造恶业，因之入恶道，后世受苦痛，不知住何处。诸天悉闻我悲泣啼哭声，无有救护者，必入于地狱。自作不善业，自受苦痛报，我无归依处，必受苦痛受。杀父母坏塔，我作忤逆业，我登高山顶，自坠令碎灭。施诸天告言：莫去愚痴人，莫作不善业，汝作多不善，作以今悔过，杀害自身命，必受地狱苦，寻疾堕于地。如被幽箭射，不以此精进，而得成佛道，不得菩萨道，不得声闻果，更起于精进。汝亦先圣山，往见大圣主，头面离彼仙，愿救苦众生，善作利益我，经步不安稳。仙人闻告言：汝作暂时听，经步苦不安，当悔众恶业。仙人告言：我施汝时，汝可识之，愁忧苦恼，饥渴恐怖，世间无归。我施汝时，汝当识之，然后我当为汝说法，令汝罪业悉得消灭。彼时其已须臾造手，绕仙人已前面无跪。仙人问言：汝说作恶业。答仙人言：我杀母杀父，破塔乱菩提萨多三昧，坏灭佛法。二十，仙人告彼人言：汝作不善，造思恶业，自作教人诸不善业，汝当忏悔。二十，
鄙人心惊惶怖，悲泣而言，谁救护我，我作恶业必受苦报。二十，鄙人长跪合掌而作誓言，我作恶业自作骄人，莫使我得不善之报，勿使受苦，愿大仙人当见救济。我为仙人常作同仆，所作不善愿令消灭。二十，仙人未遇鄙人，汝莫惶怖，吾当救汝，另受轻报。汝今现前听法，汝曾闻僧伽吒法门否？百仙人言，我未曾闻。仙人言，火烧之人谁能为其说法，为大悲者乃能说耳。僧伽吒经卷第二。二十，仙人告彼人言，乃往古昔无数阿僧祇劫，时有国王名曰净月，如法治世。善男子，时净月王生一太子，时净月王招诸瞻相婆罗门等而问之言，今此童子有何等相？二十，相师白代王言，今此太子有不祥相，生此太子必有不祥。代王问言，汝何所说？相师白言，如是太子若至七岁，当害父母。王时答言，应当杀我，不杀我子，人身难得，于无量劫修行乃得人身，不应以此身而杀人物。二十，太子始生一月，如一岁儿，王之太子当杀我身，使净月王舍位于子，作如是言，汝治国事，一切财物自在随意，如法治事，勿为非法。既受位矣，使净月王于其国内不复行于王之教令。二十，无量义大臣至净月王所，白言，代王何故不行王之教令？代王答言，我无量劫常为往事，心无厌足，我已厌矣，舍之修行。二十，太子未经多时，并杀父母及忤逆罪。善男子，我亦意念往昔之事，既杀王矣，愁悲啼哭，自责悔过。二十，我以大悲之心为彼说法，彼闻法已，逆罪消灭。问言，当于尔时说何等法？答言，尔时演说僧伽吒法门，若闻此法，当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灭一切罪烦恼休息。汝今谛听，当为汝说，令汝闻以速得解脱。闻四句偈，令不中缺，尽一切恶，得须陀洹，然后布施，远离诸苦，受苦众生，令得解脱，不为众生，令得远离。二十，彼人合掌顶礼，赞言，善哉善哉，真善之事，善能除灭诸不善业，善说僧伽吒法门，善哉闻者。二十，虚空中万二千天子至大仙所，合掌顶礼，白如是言，大仙，意念几时是也？复有四龙王、十八千亿夜叉王，头面礼敬，白大仙言，意念几时是也？大仙答言，我意念百千亿阿僧祇劫。问大仙言，以何善根意而许是？答言，已曾听受僧伽吒法门，在彼众中闻此法门发净信者，皆得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若人造作忤逆之罪，闻此法门须臾之间，悉能除灭无量百千亿劫，闭恶道门，开升天道，于此法门闻四句偈，功德如是，况复书写读诵，供养花香翻盖，恭敬尊重，合掌礼拜，一言赞善，如是功德不可思议。二十，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，世尊，云何合掌得功德等？谁读此经亦合掌礼？佛告一切勇，善男子，若人造作忤逆之罪，若教人作，
若随喜作，于此法门闻四句偈，合掌净信，能灭忤逆。何况有人于此法门具足书写、读诵、供养，如此功德多比无量。善男子，譬如阿耨婆达多池，日光不照，从彼池中出五大河，一切涌，鱼与云何？颇有人能熟此五大河水滴数否？一切涌言：否也，世尊。佛告一切涌菩提洒多：善男子，闻此法门，善根亦复如是，百千万劫数不可尽。一切涌：鱼与云何？须臾得闻如是法门，是难有否？一切涌言：难有，世尊。佛告一切涌：于此法门能生信者，复难于彼。譬如阿耨婆达多池出五大河，如是五河水之滴数数不可尽。一切涌菩提洒多摩诃洒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何等名为五大河也？佛告一切涌菩提洒多：五大河者，所谓恒伽河、斯陀河、婆叉河、阎摩挪河、月分河，是五大河，悉皆入海。此五大河，一河各有五百小河以为眷属。一切涌，复有五大河在虚空中，一河各有一千小河以为眷属。一切涌菩提洒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何等是五河有千眷属？佛告一切涌菩提洒多：第一河者名须陀罗，有千眷属；第二河者名曰山区，有千眷属；第三河者名婆诃帝，有千眷属；第四河者名智多斯挪，有千眷属；第五河者名曰法盖，有千眷属。一切涌，是名五大河有千眷属。一切涌，是五大河利益阎浮提，时时降雨增长花果，于阎浮提遇清净水增长苗家。一切涌，如护世天安乐阎浮提波，此经一耳，利安乐阎浮提波一切众生如三十三天。一切涌菩提洒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何等是三十三天？佛告一切涌菩提洒多言：释迦提婆之所住处是三十三天。一切涌，彼三十三天作如是语：若有众生口行善语者，彼人功德不可数之；若有众生行口恶者，彼堕地狱，恶鬼、畜生不可数之。众生堕于地狱、畜生、恶鬼，受大苦恼时，彼众生无救护者，于三恶趣独受巨苦。口行恶者是恶之事，口行善者是善之事。若见善之事，则见如来；若见如来，则灭一切不善之法。一切涌，如护世天为阎浮提波而作利益。一切涌，此经亦如是，于阎浮提波而作佛事。若不闻此法门者，不能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能转法轮，不能击法鼓，不能坐于狮子法座，不能入于涅槃之界，不能成就无边光明。如是如是，一切涌，不闻如是法门，不能坐于菩提树下。时一切涌菩提洒多摩诃洒多白佛言：世尊，我有少疑，欲问世尊。佛告一切涌：随汝所问，当断汝疑。一切涌白佛言：世尊，尔时仙人度彼忤逆人，令住不退地者，是何人也？佛告一切涌菩提洒多：善男子，汝今谛听如来所说微细难知，此僧伽吒法门是仙人相，如此法门能是佛身，如恒河中处处见沙，此法一耳，自作示现，为人说法，为佛如来量与佛等，此法如是，与佛平等，由此法处常有诸佛。尔时世尊复告一切涌菩提洒多：
善男子，我念往昔99阿僧祇劫，尔时有佛号曰宝上，如是次第有12亿佛皆号宝上，我于尔时名曰净月，行大布施，时12亿如来我悉供养，以衣服、卧具、饮食、汤药、香花、灯明、一切乐具悉以供养。彼诸如来不为我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一切有，我念往昔有18亿如来出兴于世，皆号宝明，我于尔时名曰龙正，行大布施，以香花、璎珞供养彼佛，彼诸如来亦不受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一切有，我念往昔有20亿佛出兴于世，皆号世器如来，应供正遍知，我于尔时行大布施，以诸乐具供养彼佛，彼诸如来亦不受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一切有，我念往昔有20亿诸佛出兴于世，皆号迦摄，我于尔时行大布施，以诸香花、幡盖、衣服、一切乐具供养彼佛，彼诸如来亦不受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一切有，我念往昔有16亿诸佛如来出兴于世，皆号净光，我于尔时作大长者子，行大布施，舍一切物，彼16亿诸佛如来我悉供养，以香花、幡盖、衣服、卧具、饮食、汤药，亦不受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一切有，我念往昔95亿诸佛如来出兴于世，皆号释迦牟尼，应正遍知，我于尔时作大国王，如法治世，彼95亿释迦如来我悉供养，以香花、幡盖、饮食、衣服、卧具、汤药、一切乐具，亦不受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一切有，我念往昔有9亿佛出兴于世，皆号迦罗迦鸠村陀如来，应供正遍知，我于尔时作婆罗门子，具富无量，行一切施，以诸香花、幡盖、衣服、卧具、饮食、一切乐具供养诸佛，彼诸如来亦不受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一切有，我念往昔有18亿如来出兴于世，皆号迦罗迦牟尼如来，应供正遍知，我于尔时行大布施，彼诸如来我悉供养，以香花、幡盖、衣服、卧具、饮食、汤药、一切乐具供养，彼诸如来亦不受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一切有，我念往昔有13亿诸佛如来出兴于世，皆号光明德如来，应正遍知，我悉供养，以诸花香、幡盖、衣服、卧具、饮食、一切乐具供养尊重，彼诸如来亦不受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一切有，我念往昔25亿诸佛如来出兴于世，皆号福沙如来，应正遍知，我于尔时出家作沙门行，如法供养，以诸香花、璎珞、幡盖、衣服、卧具、饮食、一切乐具尊重赞叹，彼诸如来亦不受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一切有，我念往昔有12亿诸佛如来出兴于世，皆号毗婆尸如来，应正遍知，彼诸如来我悉供养，以花香、幡盖、衣服、饮食、卧具、汤药、一切乐具悉以供养，我时出家，彼诸如来亦不受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最后毗婆尸如来说此法门，阎浮提众生闻已，于虚空中寄寓七宝。尔时阎浮提众生悉无贫穷，我于尔时亦不得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
但闻空声而告我言，汝不久当得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，世尊，经于几时得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？我告一切勇菩提萨多言，谛听，善男子，过92亿阿僧祇劫，有佛出世，号燃灯如来，应正遍知。我于尔时作摩诺婆子，号曰弥伽，于燃灯佛所作摩诺婆，修清净行。我见彼佛以七净青莲花供养燃灯如来，以此善根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尔时燃灯如来即受我记，摩诺婆，未来过阿僧祇劫，当得作佛，号释迦牟尼如来，应正遍知。一切勇，我于尔时闻受记声，永身虚空高12多罗，住虚空中得无生法忍。无量阿僧祇劫所修净行，与六波罗蜜相应，一切善根悉皆现前，如是掌中安摩罗果。一切勇，我于尔时令无量百千亿众生住于善法。一切勇，况今我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利益众生，我观众生以何应度，随其方便为其说法。若为诸天，现作天身而为说法；若在龙宫，是作龙身而为说法；于夜叉中，是夜叉身而为说法；于恶鬼中，作恶鬼身而为说法；若为人道，是作人身而为说法。应以佛身而受化者，是作佛身而为说法；应以菩提萨多身而受化者，是菩提萨多身为之说法。我观众生以何应度，如是如是，为众生现随应说法。一切勇，我为众生演说诸法有多方便，何以故？一切勇，具足善根众生得闻此法，一切善根悉得增长，谦者不失，无福德者修行福德，自利利他修行念死。彼闻法故作此善根，以听法故过去善根亦得增明，彼得长夜利益，安乐一切天人。一切勇，如是法门一经于耳，得生无量功德。一切勇，尔时众生各相畏言，更有于善法修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否？善众生言，有法不施修行，口说善语，如是等法，得善果报，至无上道。愚痴之人作如是言，无法无施，无善恶果，无口善报，彼愚痴人得大罪报，辗转堕于恶道之中，于八大劫堕于地狱，受大苦报。16劫中堕阿修罗，9000劫中生堕鬼神，12劫堕恶鬼中受恶鬼苦，14000劫生处阴雅，16000劫母胎伤堕，12000劫生作肉团，11000劫生处生盲。彼诸父母作如是言，我所生子须受勤苦，9月护胎饥渴寒热诸苦俱受，而不得子报恩之力。一切勇，如是如是，谤法众生堕于地狱，畜生恶鬼，临命终时为忧恼箭射之而去。一切勇，口善语者作如是言，有法有施，有善恶业果报，彼人已是善根因缘，25劫生御善月，25劫生33天受诸天乐，从天命中生御善月，不入母胎，目见百千世界，悉悯安乐，见一切国土诸佛，不以本处成三菩提。一切勇，如此法门有大神力，能发清净信心，不生边地，具清净界。一切勇，复有众生作如是言，如来昼夜度诸众生，而众生界犹不尽也。无量众生愿于菩提，无量众生生于天上，
无量众生入波涅盘，何因缘故而不尽也？时诸外道婆罗门等作如是语，我当问难沙门瞿昙如是之意。尔时有94亿诸外道婆罗门等来诣王舍城。尔时世尊悉然微笑。尔时弥地利菩提萨多从座而起，顶礼佛足，向佛合掌，白佛言：世尊，何因缘故如来微笑？若无因缘，如来终不现稀有事，愿世尊说何故现笑。佛告弥地利菩提萨多：善男子，汝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弥地利，今日王舍城必有大众集会。弥地利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何众集会？为天、龙、夜叉、若人、非人。佛告弥地利菩提萨多：善男子，此诸天、龙、夜叉等悉来集会，复有84000诸波罗门、9000亿诸尼犍子来，欲谈论。我悉降服诸波罗门，为其说法，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9000亿尼犍陀皆得须弥多波帝，18000亿龙王悉来集会，闻我说法，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60000亿净居天子亦来集会，复有30000亿恶魔及其眷属亦来集会，有12000阿修罗王悉来集会，500代王及诸眷属悉来集会，听我说法，既闻法已，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尔时弥地利菩提萨多从座而起，顶礼佛足，右绕三匝，即莫不现。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从座而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向佛合掌，白佛言：世尊，彼500国王名字何等？佛告一切勇：谛听，善男子，一名欢喜王，二名善欢喜王，三名优波难陀王，四名圣勇王，五名梵将军王，六名梵想王，七名善见王，八名善欢喜王，九名欢喜将军王，十名欢喜正王，11名频婆娑罗王，12名波斯挪王，13名增长王。如是等有500代王，1代王有1000亿眷属，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唯除增长王。从于东方有30000亿菩提萨多俱来集会，从于南方有50000亿菩提萨多俱来集会，从于西方有60000亿菩提萨多俱来集会，从于北方有80000亿菩提萨多俱来集会，从于下方有90000亿菩提萨多俱来集会，从于上方有10000亿菩提萨多俱来集会。彼诸菩提萨多悉住十地，一切皆诣王舍大乘，至如来所，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。尔时世尊告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言：善男子，汝诣十方诸佛世界，告诸菩提萨多，今日如来于王舍城演说大法，汝等十方菩提萨多合掌恭敬，汝于须臾速还，即此众会听法。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从座而起，顶礼佛足，绕佛三匝，忽然不现。时一切勇菩提萨多到十方国，告诸菩提萨多言曰：今日如来于王舍城演说大法，汝等今者应赞善哉，令汝永得安乐利益。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到十方国，供养诸佛，告诸菩提萨多言已还归此土，譬如壮士屈身必请，至王舍城住如来前。时一切婆罗门诸外道悉以集会，天、龙、夜叉、阿修罗、人、非人等皆悉集会，500代王及其眷属亦来集会，
三万亿恶魔集诸眷属，一来几会。二十，王舍城地大震动，十十方诸佛世界，欲旃檀墨香，欲天妙花，欲如来上成大花台，金刚力士执金刚杵在如来前。二十，四方有四风王入王舍城，悉吹城内粪秽土沙，远至城外。二十，十方世界欲与众香水，十方世界欲优波罗花、居物头花、分陀利花，在虚空中化成花盖。于虚空中有八万四千亿狮子之座，七宝所成，一切座上皆有如来宣说妙法。二十，三千世界六种震动。十，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何因缘故于王舍城现稀有事？佛告一切勇菩提萨多：善男子，汝今善听，譬如有人无我自高，家居贫穷，日至亡门，既至亡门自高直入，使守门者寻桌打腹，王闻有人直入王门，王作是念：此人直入必欲相害，时王嗔恚，斥诸臣言：汝将此人断其命根，并其父母兄弟姊妹，其人眷属皆悉忧愁悲泣啼哭，如来说法亦复汝事。吾我自高，欲诸凡夫得见佛身耳闻说法，自生高慢，说种种语。助吾我弟自不听受，亦不说法。若人说法一句一句，亦不听受，作如是言：如此之法我已先知，何以故？助我慢弟获持多闻，自诵放逸，与愚痴人共住，不闻正法，自以多闻放逸不如法说，自作手笔而自说之。一切世人欺狂自身，作如是言：有才师我，我是福田。彼愚痴人自狂其身，亦狂世间，使他信师不能修故，命欲终时生大恐怖。诸人告言：汝足技术何不自救？答言：今日技术不能自救，忧悲苦恼。众人欲言：为一人故，父母兄弟亲理眷属无事诸路，众生如是，尽恶之事，堕于地狱，畜生恶鬼，如是如是。诸婆罗门诸尼见子，我今告汝，汝莫放逸。譬如鸟子未生羽翼，不能高翔飞于虚空，汝等如是无有神力，不能飞至涅槃之界。所以者何？汝所行法非毕竟道，终归破坏。汝等临终自生悔心，我等须受如是生命，修行不得天乐，不受人乐，不得涅槃，我等此身变为虚过，我当生何道，受何等身？尔时，世尊告诸婆罗门、尼见子、诸外道言：阎浮提中满中珍宝，汝等莫失所望，于佛法宝中莫作一学，汝等所疑悉问如来，佛当为汝分别说之。尔时，一切婆罗门、尼见子等从坐而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礼佛，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来昼夜多度生死众生，众生界不减不增，世尊，何因缘故众生等如是生灭？尔时，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大士庄严蔚然法具，欲问大事。白佛言：世尊，当来世无少众生、无老众生作生灭者。佛告要上：众生有老作少，如是生灭。善男子，如人木发着新衣服，从舍而出，于人欲言：善木头发着新净衣。又如有人洗木头发着故洗衣，善木头发衣服非妙，如是如是。要上：众生老者于阎浮提以为非妙，少者随妙现有生灭。二十，一切婆罗门诸外道尼见子白佛言：世尊，何等名老？何者为少？
佛告诸外道，所言老者数数往来恶鬼畜生地狱之中，受苦不厌。尔时一切诸婆罗门天龙大王白佛言，世尊，我等更不能受生死苦恼。彼诸尼见作如是言，无少众生。尔时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，世尊，观此众生如是难度。佛告要上菩提萨多，如来今日分别解说，汝善谛听。有94000亿心血众生，在如来前不理如来，亦不问讯。二十，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，世尊，何因缘故，此诸众生不理如来，亦不问讯，请觉所疑。佛告要上菩提萨多，善男子，汝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善男子，若作是说，无少众生，如是之人是少众生。彼人问言，我等诸人是少众生，世尊，我等是少众生。佛言，如是如是，汝等是少众生，已不能知自身量故。二十，94000亿心学众生皆得实地，住于虚空。二十，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，世尊，此诸众生快得善利，得尽生死。世尊，此诸众生离于生死，得住始地。二十，一切婆罗门诸外道尼见子诸龙国王恶魔眷属来到佛所白佛言，世尊，我等一佛听此法门，愿我等辈皆得如来妙色之身形色相貌，愿如如来应正遍知。佛言，如是如是，善男子，汝等来意佛所听此法门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汝等不久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二十，如来说此语已，诸外道尼见子等皆得无生法忍，住于始地。时诸菩提萨多以自神通永在空中，高七多罗，于虚空中化成七宝台，奉施如来，在于空中作种种神通而自变化。尔时诸天于虚空中当如来上欲众妙花，念佛如来于其自身起佛身想，无量百千诸天子以花散佛作如是言，得大利益沙门瞿昙，真是世间大良福田，具足三昧自在之力。如是等众生见具方便，说一善语，得离生死。二十，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从坐而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白佛言，世尊，此诸天子何因缘故作如是语，现诸神通善赞如来。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，善男子，彼诸菩萨不赞叹我，自赞其身，以其自身作法王位，以其自身坐于法座，以其自身放法光明，诸佛所护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正觉说法。二十，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，世尊，大德世尊，日夜常度无量众生，燃诸众生忧不可尽。二十，世尊告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言，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能以此意问于如来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大富饶财，多有奴婢，多有田宅园林谷米大小麦豆稻熟胡麻，比于春时一切种植，至时则熟，熟复收获，各个别成，成以食之。至于春时种之如前，善男子，众生本业亦复如是，受乐报尽，复作善业，种诸善根，种善根以增长善法，增善法以得大欢喜。要上，以欢喜心于百亿劫乐报不失。善男子，如初发意菩提萨多，不堕恶道，总知诸法。
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初发意菩提萨多而见梦也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善男子，初发意菩提萨多，于其梦中多见部位，何以故？净一切业，不可以身而受众苦，以是罪故梦见部位。要上白佛言：世尊，初发心菩提萨多，梦中见何等部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：善男子，其人梦见炽燃火炬，彼菩提萨多应作是念，以此火炬烧我一切烦恼。要上是名第一梦见部位。又见水流垢浊不净，彼初发心菩提萨多应作是念，飘我一切劫富烦恼。要上是名初发心菩提萨多第二梦见大部位也。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见何部位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于其梦中自见剃发。要上菩提萨多见已，不应苦怖，何以故？应作是念：剃贪嗔痴堕六道生。善男子，如是菩提萨多不堕地狱，不堕畜生，不堕恶鬼，不堕龙中，不堕天中。要上初发心菩提萨多为生清净佛国土中。佛告要上：当来末世后500岁，有诸菩提萨多心愿菩提，以发心故得众多人回辱打骂。要上于彼但应为其说法，菩提萨多不应起于嗔恚之心。佛告要上：我于无量百千亿劫行诸苦碰。善男子，我不为自生国土财产，为知诸法实相故。要上我行苦碰，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善男子，我闻此法，即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要上此法甚深，如是法门难得闻名，若得闻此法门名者，一切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要上世人得超千劫生死，生净佛国土，善知灭道，知第一道，识第一善根，成就无比神通，知无比灭。要上于汝意云何？云何明灭？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法处明灭。佛言要上何等法处？要上白佛言：世尊，法是法处，如世尊说，勤行精进，勤持戒，勤忍辱，是名法藏。佛赞要上菩提萨多言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佛问此意，汝善解说。僧伽乍经卷第三。尔时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何因缘故如来出世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善男子，为令众生多闻具足，是故如来出现于世。如来出世开甘露法，若如来出世则知一切法，以方便故知世间法出世间法，知世间智出世间智。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世尊知何等法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要上如来知正法智。要上以是智故总摄一切法。要上若众生闻如来出世信法者，此是第一利益。要上譬如有人出行至生，未得利故，将千人重担负金宝，彼人父母告其人言：子善谛听，此金宝者是他人之物，如好守护，莫使亡失。其人持宝未经多时，自纵放逸，所持金宝悉皆散失。是时彼人忧见摄心，羞愧惭耻，不能归家。时彼父母闻已，忧愁悲泣，而说此言：我等生此恶子，但有子名生我家内，财物悉皆散失，令我等贫苦，唯他奴仆绝望而死。子闻父母即丧亡矣，
一绝忘死，如是如是。要上佛说此法于我法中无净信者，彼无所忘，临命终时为忧恼见摄心而死，如彼父母为彼金宝绝望忧恼。如是要上于我法中无净心者，临命终时受诸苦痛，先福受尽，后补众善，临死时至忧恼见摄，堕于地狱，畜生恶鬼，受诸苦痛，作如是言：谁救济我，令我得离地狱畜生恶鬼之苦？又如父母告其子言：未来病苦，并有死苦，如等得解脱时，见行时生身受苦痛，遍体焦恼，自观已死，眼不见色，耳不闻声，四肢皆痛，必归于死，遍体顽痴，犹如木石，无所觉知。子答父母欲言：莫作是语，令我怖畏，观身无热，亦无余病，唯见死怖，我当归谁？谁救济我？父母若天，谁能救拔？父母一言：祭祀天神，必得安稳。子答父母：当速祭祀，以求安乐。速至天寺，问守庙人，使彼父母到天寺中烧香求愿。守庙者言：天神嗔怒，须杀羊杀人，以用祭祀，如子可托。尔时父母自思为言：我等云何？我既贫穷，若天神嗔，我子必死；若天神喜，必得大恩。食宿归家，尽卖家财，得羊一口，富裕于人，且待我今十日相还。若无相还，我身当为君做奴仆。其人得金，亦是买人，所买之人不知当杀，以祭天寺。病人父母愚痴无智，竟不治家，执意天寺。欲守庙者，汝速为我设祭天寺。尔时父母自杀羊杀人，燃火祭天，然后天下告彼父母：汝等莫怖，我护汝子，令得安稳。尔时父母踊跃欢喜，作如是言：天神与我大恩，令我子忏，使彼父母欢喜还家，见儿已死。尔时父母见子死矣，生大愁恼，忧见摄心，绝望而死。佛告要上：善男子，尽恶之事亦复如是。尔时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是众生堕于何处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：善男子，莫问世事。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愿佛慈悲说，如是人堕在何处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善男子，汝今谛听，其人母者堕于大教唤地狱之中，其父堕于众合地狱，其子堕于火烧燃地狱，守天庙者堕于阿鼻大地狱中。尔时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彼枉死人生于何处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彼枉死人生于33天之上。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彼枉死人何因缘故生于33天之上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善男子，汝今谛听，彼人临死时起一念净心，皈依佛陀，以此善根，当60劫受于33天之乐，80劫中自食宿命，所生之处离诸忧恼，生生之处离诸忧恼，一切苦灭。要上尽恶之事，不得入于涅槃。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众生不能入于涅槃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欲求涅槃者，当勤精进。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名精进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：善男子，精进者名须弥多波地，逆流之果名精进处，梭吉利陀伽弥果名精进处，阿耨伽弥果名精进处，阿罗诃果名精进处，
波罗提迦佛陀果名精进处，圆觉之智名精进处，菩提萨多名字，菩提萨多地果名精进处，要上如是等处名精进处，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世尊，云何逆流？云何逆流果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：善男子，譬如有人种于树木，彼种树已，即日生芽，彼树一日上下各生长一由旬，复有一人亦复种树，不得其所，风动不生，一至一处，二人共争，互相诽谤，彼人如是共相争论。国王闻之，即斥陈言：某出二人互相诽谤，速往唤来。谤臣受斥，前十往多，十比使人微服而去，至彼人所，作如是言：王唤汝等。时彼二人惊怖忧愁，王今何故命我二人？是时二人即至王所，默然而立。时王问言：汝等何故共相诽谤而起斗争？时彼二人白代王言：听我所说，我借得少许空闲之处，种植树林，即日生芽及叶，花果熟者中半，此人种植不生芽叶，即以花果须于树移，彼种不生，来见谤毁而起斗争。代王：如是之事，代王应知我无罪过。尔时代王集诸大臣满30亿，告诸臣言：汝等各说。诸臣白言：我等不知说何等语。王问诸臣：汝等颇见，即日种树，即生芽叶，即以花果，熟者中半。尔时诸臣从坐而起，白代王言：代王，我等不能决定，信受如此之语，何以故？代王：此事稀有。尔时代王问鄙人言：如汝所说是事实否？尔时鄙人白代王言：此时不谬。王复答言：如汝所说如此之事，即日种树，即生芽叶，即以花果，此事难信。尔时鄙人白代王言：愿王自直知其虚实。时王及30亿臣尽守鄙人，然后代王自种起树，不生芽叶，不生花果。尔时代王心大会怒，斥诸臣言：汝等速取利斧，彼所种树养令着罚。尔时诸臣受王敕令，着断彼树，一树断矣，生12树，着12树断，生24树，茎叶花果皆是七宝。尔时24树便生24亿鸡鸟，皆是金嘴，七宝羽翼。尔时代王复生嗔怒，自执利斧枉伐彼树。王着树时，从树出生甘泉美水。时王惭愧，斥诸臣言：放彼二人。诸臣白言：大王受斥，诸臣去矣。放彼二人，降至王所。王问其人：汝种此树，着汝一树生12树，着12树生24树，我所种树不生芽叶，不生花果，此事云何？其人答王：如我此福德，大王则无如是福德。尔时30亿大臣互跪，白其人言：汝可治国而居王位。尔时其人谓诸臣众而说偈言：我不求王位，不求世财宝，心怀无上愿，愿成二足尊，得即灭涅盘，道彼成如来，为汝等说法，令到涅盘成。往昔作不善，令我入网狱，欲复受诸苦，罪报悉已尽。尔时有32000高座，一高座高25由旬，一高座上有25亿鸡而在其上，以金为嘴，七宝羽翼。出人因生告彼王言：代王不善不善，着罚诸树，以此岁月必入恶道。王不知也，种此树者是何等人？代王答言：我未审之，愿为我说何等大人种此树也。
鸡鸟告王，如此仁者照明世间，明无上士，当度一切众生生老病死。王父问言，彼是何人种树不生？彼作何等不善之业不生？当为我说。鸟答王言，彼是提婆达多，种树不生，无少善根，树云何生？二十三十一大臣闻此法门，皆得实地，成就神通。十彼国王亦得实地，得通达一切善法三昧。二十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，世尊，何因缘故此三十一臣皆得实地，成就神通？二十世尊告要上菩提萨多，善男子，汝今谛听，即时微笑，从其面门放八万四千光明，无量种种青黄赤白红紫光明，其光遍照无量世界，照世界已，还至佛所，绕佛三匝，从佛顶入。二十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，世尊，何因缘故如来现此稀有之相？若无因缘，如来终不现稀有事。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，善男子，汝见众人从四方来集会此否？要上菩提萨多白言，不见也，世尊。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，善男子，汝观十方一切世界。二十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即观十方，见东方面有一大树，覆七千由旬，见二万五千亿众生在彼集会，默然而坐，不饮不食。复见南方有一大树，覆七千由旬，下有二万五千亿众生聚共集会，不欲不食不行，默然而住。复见西方有一大树，覆七千由旬，下有二万五千亿众生聚共集会，不欲不食不行，默然而住。复见北方有一大树，覆七千由旬，下有二万五千亿众生聚共集会，不欲不食不行，默然而住。复见上方有一大树，覆七千由旬，下有二万五千亿众生聚共集会，不欲不食不行，默然而住。复见下方有一大树，覆七千由旬，下有二万五千亿众生聚共集会，不欲不食不行，默然而住。二十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，世尊，我欲少问如来，应正遍知，若佛听许，乃敢发问。二十世尊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，善男子，随汝所问，如来悉能为汝解说。二十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，世尊，何因缘故从于十方有无量众生而来集会，以谁神力而来至此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，自以神力而来至此。二十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，世尊，我欲观诸世界，以谁神力而往至彼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，以汝神力自往至彼。二十要上菩提萨多绕佛三匝，忽然不现。过九十六亿世界，有一世界名日月明，彼国有佛号日月土如来，应供正遍知，与八万亿菩提萨多恭敬围绕而为说法。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即到彼国，至日月土如来前，顶礼佛足，白佛言，世尊，何因缘故于娑婆世界，在释迦牟尼佛前观于十方，见无量众生集会，在此不见？二十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至日月土如来前，白佛言，世尊，我过九十六亿诸佛国土，来至于此，不见一人。世尊，谁见谁闻无知无觉树上而生众生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，佛也，善男子，汝颇见颇闻无知无觉之树能生人否？
要上白佛言：世尊，不见不知。佛告要上菩提萨多：汝欲见否？我今示汝。要上白佛言：世尊，愿欲见之。尔时日月土如来屈身必请，百千亿众皆悉来集，一众生手持香花供养如来。要上，汝今见否？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已见世尊，见已善事。佛告要上：善男子，此诸众生无觉无知，皆悉汝患。时彼三万亿众生各伸两手，以诸香花供养如来。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此事稀有，须臾之间，此诸众生各生百手，供养如来尚不得脱况两手者。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如是如是，善男子，此诸众生无觉无知，而生而灭。善男子，我身亦如是，如幻如化，而是生灭。要上白佛言：世尊，何等是少众生？何者是老众生？佛告要上：善男子，亦有老者，亦有少者。要上白佛言：世尊，愿佛解说何者是也。佛告要上：无福衰者是老众生，从彼数生者是少众生。要上白佛言：世尊，我欲见彼少众生等。尔时日月土如来极深右臂，从于四方有百千亿众生俱来集会，至如来所，顶礼佛足，绕佛三匝，在佛前立，默然而住。要上白佛言：世尊，此诸众生何故佛前默然而住？佛告要上：善男子，汝不知也，地大之性无言无说，法具无知无觉，何以故？要上，此诸少众生不见生，不见灭，不见老病死，忧悲苦恼，具受一切苦痛之恼，云何而语？是故要上，如是众生应当交之。尔时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少众生者从何所来？何处中？当生何处不知法者？佛告要上：善男子，汝今谛听，此诸众生非是人作，非金狮作，非铁狮作，非木狮作，非窑狮作，非王者作，男女合合恶业而生，受诸苦痛，作不善行，受如是苦，名少众生。要上，彼不与佛言，不理如来，彼受无量无边之苦。要上，有少众生不供佛语者，受如是无量无边苦恼。要上，以不善知苦因缘，故不供佛语，不供佛语，故不知善，不知恶，虽得人身，不知生，不知灭。要上，是名年少众生。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年少众生云何生，云何灭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善男子，譬如有人以木调火，木则渐烧，如是要上，众生之类，出生时苦，终苦，死苦。要上白佛言：世尊，生时谁生，灭时谁灭？佛告要上：善男子，如佛之生，如佛之灭。譬如有人必在暗室，眼无所见，复有一人曾受苦恼，作是思维，此人受苦甚为可悯，若不得脱，是人必死，以火与之，令得少明，时暗使人见火欢喜，心得安稳。尔时彼火以少因缘炽燃火焰烧彼暗室，尔时彼人被烧而死，时王闻之，作如是念：我国众生若有所犯，更不计负。尔时国王告下人民：汝等诸人莫生怖畏，于我国内施汝无畏，若有所犯，不加害汝，亦不杀汝，皆当安稳，莫生怖畏。要上，如来亦复如是，烧诸烦恼，灭诸病苦，犹如彼人未令暗使众生安稳，自烧而死，
如来如是为诸众生令得安稳，不惜生命拔诸髻缚，令得解脱。如是要上，如来永离三毒之恼，为诸世间做大灯明，于地狱畜生恶鬼阿修罗老少众生拔令解脱。二时诸天于虚空中而说偈言，遂胜好福田，一切田中上，世间无上尊增长诸佛子，佛田最胜田，能除诸部位，大师善方便，守护诸众生，住于涅槃界，而是在世间，令世间极灭，佛为无上师，救护少众生，亦救老众生，三界诸众生方便而度之，必诸地狱门及畜生恶鬼，此事得安乐，他事亦安乐。二时如来及时微笑而说偈言，善哉见善人，善哉见佛陀，善哉闻法者，善哉能净僧，善哉此法门灭除一切恶。二时要上菩提萨埵摩诃萨埵白佛言，世尊，何因缘故如来微笑？若无因缘，如来终不现稀有相。佛告要上，善男子，汝见此等少众生否？要上白佛言，世尊，唯然已见。佛告要上，善男子，此诸众生今日皆得住于此地。二时要上菩提萨埵摩诃萨埵永身虚空，高八万由旬，共八万亿天子，于如来上散众妙花，地上年少诸众生等皆礼佛足。二时要上于虚空中而作誓言，三千大千世界众生皆闻此声，地狱众生闻此声者悉得解脱，三十三天闻此音声皆来集会，十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，十大海中八万四千龙王动而来集，三万亿阎浮提夜叉俱来集会，二万五千亿罗刹恶鬼俱来集会，十如来所大众悉集，二十如来为诸年少众生说法，从十方世界有百千亿诸菩萨众各以神力俱来集会。二十要上菩提萨埵白佛言，世尊，从十方国有无量菩萨俱来集会，无量天龙夜叉钱达婆阿修罗迦楼罗恶鬼地狱皆来集会，欲闻正法，唯愿世尊当为说之。佛告要上菩提萨埵摩诃萨埵言，善男子，汝下至此。二时要上菩提萨埵以自神力从上而下，向佛合掌顶礼佛足，白佛言，世尊，法具，法具者何因缘故名为法具？佛告要上，善男子，法具者名曰净横，净横者能离一切不善之法。善男子，汝见如此少众生否？要上白佛，唯然已见。佛告要上，此诸众生离邪淫故，必得诸陀罗尼，必得具足一切诸法。僧伽乍经卷第四。二时要上菩提萨埵摩诃萨埵白佛言，世尊，以何方便令诸众生悉闻正法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埵摩诃萨埵言，善男子，有诸众生我说生苦而不听受，劳苦病苦忧悲之苦，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死灭之苦，要上是名一切苦。时少众生闻此法已，合掌礼佛，白佛言，世尊，我等亦有死耶？佛告年少等，汝一切众生亦归于死。彼少众生白佛言，世尊，云何死至？佛言，善男子，临死之时，灭行十风起，十转风起，十相应风起。善男子，是三种风临死之时动于行时。彼少众生白佛言，世尊，
何等三法临死之时恼于身时？佛言：善男子，一者刀恼，二者针恼，三者杖恼，是三种风恼切其身。彼少众生白佛言：世尊，何者是身？佛言：善男子，身名火炬，身名烧燃，身名愚痴，身名崩坏，身名刺具，身名丘种，身名水泡，身名重担，身名生恼，身名老病苦恼，身名为死爱别离怨憎会，是名为身。彼诸年少复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此之身云何名死，云何名生？佛言：善男子，十面名死，福德因缘十起名生。善男子，名为身者有无量亿筋脉相缠，身有八万四千毛孔，复有八万四千护虫在中而住。彼诸虫等亦有死灭，人将死时诸虫部位互相啖食，受诸苦痛。男女眷属生大悲恼，地相食啖，诸虫相食，唯有二虫七日斗争，过七日已，一虫命尽，一虫悠在。如彼虫斗临死不息，凡夫之人亦复如是，乃至临终争斗不息，不畏生苦，不畏老苦，不畏病苦，不畏死苦，如彼二虫至死不息，凡夫众生亦复如是。死至之时，贤圣呵言：丈夫，汝作不善，汝岂不见世间苦耶？不见生苦，不见病苦，不见老苦，不见死苦。答言：如是已见。生苦、病苦、老苦、死苦，汝若见如是苦，何不作诸善根？何故不为后世乐故，修诸善法？丈夫，我复问汝：何不作善，离于生苦、老苦、病苦，即以死苦？云何不修正念之观？汝于阎浮提，岂可不闻见追生也？不见众生行不施也？不见众生于佛福田种善根子，香花翻盖施佛之时，汝不见也？如来所有四众弟子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于佛法中有此四众能救苦厄。贤圣呵言：不善丈夫，造作如是不善之业。尔时法王说偈告曰：见如来出世，闻机法鼓音，见演说法时，即灭智涅盘，见于多众生，作福者甚少，福能后世乐，何故而不作？尔时彼人以偈答法王言：我愚痴无智，亲近恶知识，造作不善业，犹豫迷于心，我已多习欲，今受苦痛报，多杀害众生，破坏和合僧，破坏佛塔寺，愚痴无智慧，口作不善语，喝骂于父母，我已不觉知，自多造众过。我见所生处在于大教育，于众合地狱受于大苦痛，复有阿鼻狱受无量巨苦，大莲花地狱受于无量苦，黑绳大地狱百千生受苦，于一切地狱遍受诸苦恼，无数百千劫受于大苦痛，行于黑暗狱不见其门户，复堕火祸中辗转受众苦，复有一地狱名曰刀剑狱，百千亿刀剑行列在我前，以此割截身，自业受苦恼，非功师所作，业感自然生，大风吹令起，割切遍其身，我应受如是地狱诸苦恼，一切诸众生见我受此苦，我所有财宝尽留在世间，男女及兄弟姊妹亲眷属，父母及知识奴婢作使人，牛羊诸畜生我亦迷于此，贪着金银宝及精妙衣服，贪着造舍宅善工化舍宅，重财女娱乐空豪消敌音，以此持心着香汤自早浴，如是自娱乐顽持无智身，
种种而供养。我亦无兄弟，虚妄心贪着，今日受无量苦痛不可尽。世间圣上辈贪着而淡食，香泽以涂发，宝珠以为满，贪色自迷醉，今无救济者。眼为恶业因，见已则生贪；耳因诸因生，闻已则生贪。臂冠以宝串，指着金宝环；肩颈着宝缨，脚着鱼金串；坐金宝罗网，交络覆其身；身着种种宝，以此自庄严。世间第一者，以为身庄严。细软上妙处，增长于爱欲；种种妙床榻，以自悦其身；种种妙好香，以图其自身；旃檀龙脑香，以此自图身；麝香等诸香，用之自图身；占卜须摩挪，以此图其发；第一精妙衣，白蝶自衣身；若舍白象胜，复成于马胜；为王治国政，人众悉敬重；宫中诸妃后，善学歌舞戏；禽兽在旷野，无事猎残害；作如是等恶，不知后世报；食啖他肉故，受如是苦报；愚痴无智慧，不知当有死。我以愚痴意养育于生命，今日至死门，无能救济者，汝等诸亲族，何用视我为？何不服圣衣？何故自忧哭？何故不梳发而受于苦恼？我命终不存，造恶增多故。胡狼乌雀等食我此身肉，长养此身体，为诸虫所食，生死因此身，众生则有生。应如是受药，令得离此难。是医不能治，无人救济者，今日受法药，令灭烦恼病。种种养此身，会必归于死。世间无上尊，救度诸众生；寂灭诸佛子，亦能救众生。施诸妙法药，令远离生死。食肉长此身，不知诸苦报；长养于此身，无有少利益。此身顽持具，不知少恩分。妻妾男女等，目视不能救，怨结心悲恼，啼哭而嚎泣。妻妾男女等，不知其恩力，长养得成力，无能救济者，绝望无有知，忧愁入地狱。众生生有苦，后则有死苦，想行畜兽等，是则为终苦。愚痴爱所转，生在于诸有，为爱欲所缚，乐着于境界。众生无知故，唯有忧恼苦。善法不识之，心淡着名利，不知于后世，犹如恶毒蛇。无名负众生，远离于解脱，不识解脱故，恶业所流转。心有烦恼故，众生助生死。烦恼烧众善，如火焚干木，流转于五道，无有少乐受。不知好妙乐在于何处所，清净佛国土，世尊转法轮，如来净音声，说戒定智慧。尔时世尊复告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言：如是如是，恶行众生命中之后受诸苦恼，无救济者，善果报者今说伽陀。造恶不善业，必入于地狱。吞啖热铁丸，饮于沸熔铜，欲火洒其身，遍身体火烧，无处而不遍，辗转受苦恼。不知于净乐，于法亦不知，愚痴作非法，远离于乐果。信佛尽戒法，修习于智慧，以境界具足，速机成菩提。精进为第一，生净佛国土，宣说善法要，摄护诸众生。具足慈悲心，修行净犯横，具解脱之见，成如来善名。世间之父母，菩提心第一，说此法门者，第一善知识，听此法门者，必作无上尊。具世尊始号，
即灭心相应。二十，要上菩提萨埵摩诃萨埵白佛言，世尊何因缘故大地震动？二十，世尊告要上菩提萨埵言，汝观何故大地震动？二十，要上观四方时，见下方界有20亿众生从地涌出，见上方界25000亿众生同时而生。时诸年少见是事已，白佛言，世尊，今出生者是何等人？佛言，汝等见此大众否耶？白佛言，世尊，唯然已见。佛言，此众生出唯汝徒伴。问言，世尊，此诸众生亦有死否？佛告年少，一切众生悉皆有死，此亦不免。时诸年少合掌向佛顶礼佛足，白佛言，世尊，我等更不能忍流转生死。佛告年少，汝等能起大精进否？年少白佛言，世尊，我等面见如来，耳闻如来说甘露法，见菩提萨埵现大神力，见佛弟子诸声闻众集会于此。世尊，愿修精进，不能忍受生死流转。尔时要上菩提萨埵及500眷属，以神通力永身虚空，伸出狮子、猛虎、白象，现大神通，与高山顶皆加夫座，满20000游旬，化作10000亿日月。时诸年少白佛言，世尊，何故世间有此光明？尔时世尊告诸年少，善男子，汝等见此日月否耶？时诸年少白佛言，世尊，唯然已见。佛告年少，此是菩提萨埵自身光明现作日月，示于众生，为之说法，安乐利益一切天人，人中修行得此神通。时诸年少白佛言，世尊，愿说如此光明因缘。尔时世尊告要上菩提萨埵摩诃萨埵言，善男子，汝见此3000大千世界6种震动否？时要上菩提萨埵白佛言，世尊，唯然已见，我有少疑，欲问如来，愿佛听许。佛告要上菩提萨埵言，善男子，随汝意问，当为汝说，令汝欢喜，过去未来现在3世之事，当为汝说。要上白佛言，世尊，我见如来有84000天子围绕恭敬，复有84000菩萨亦围绕恭敬，又见12000亿诸龙围绕恭敬，复有18000亿诸天神等围绕恭敬，复有25000亿诸恶鬼神围绕世尊，何因缘故有此重疾？尔时世尊告要上菩提萨埵摩诃萨埵言，善男子，在此重疾未欲听法。要上，此诸众生今当被生死，今日当得住于实地，住实地已，得离烦恼，得寂灭佛法。要上菩提萨埵白佛言，世尊，此诸众生杂业所生，如来云何敬此众生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埵言，善男子，汝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要上，此诸众生愚痴无智，不知解脱在于何处，多有年少诸众生等，今日当得法陀罗尼，得知一切法得于实地，至实地已，能作佛事，能转法轮，欲于法语，少无上佛法，安乐众生。天龙阿修罗钱达婆恶鬼等闻法欢喜，皆住实地，击大法鼓，吹大法锣，此年少等勤修行，故得此实地，今所得法如十方佛。尔时5000年少众生从坐而起，白佛言，世尊，此身为重担，大可不畏，不知道亦非道，我等犹如盲明之人，愿佛怜悯，我等劝请世尊愿佛说法，
我等生无智慧，不知法要，愿世尊为我等说法，令得远离生死之苦，所生之处愿见佛身。尔时，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喻诸年少众生言：汝等时已，然后为汝演说正法。时诸年少欲要上言：我不识汝，汝为是谁？色相即灭，离三恶道不？如汝身相，离诸恶法，见汝掌中七宝庄严，身服宝缨，以功德具。我不知汝是何等人，我等不虚食，亦不虚饮，以食汝身甚可憎恶，变成屎尿做血肉筋皮。是故我等不虚食饮，不虚一切细软衣服，不虚碧印金串珍珠璎珞庄严身具，皆所不欲，以无产故。我等亦不顾惜生命，为离恶道，我等求于法师，为安乐天人，为求善知识，不求转轮圣王，以转轮王虽主四方，不免磨灭，男女妻子不能随从，所有七宝亦不逐去，无量人众亦不随去，于四天下无父自在，一身为王，多见无常，作恶业，故堕教唤地狱。七宝自在，游四天下，尽何所在？仁者，且听我等所说，速至佛所。佛观一切，悯之如子。我等无父无母，无兄弟亲族，一切皆无。佛为我父，如来是母。佛如日月，是人善道，于生死中能救众生，令不复生。诸烦恼何甚可怖畏，众生在中，烦恼飘溺，如来救之，令不复入。世尊怜悯，为说正法，世人无上菩提之处。我等不贪饮食，不欲世间富贵，不愿升天，不畏坠恶道，得人身矣，愿见世尊。众生短寿，流转无常，以恶业故贪着五欲，不觉死至，知死必至，亦不怖畏，不念生灭，不知细法，不知修细业，不知即灭界，无明复心，生已归死，死已复生，心意不生厌离之想，长夜受苦，鞭挞抓打，不生厌离，但起劫夺受欲复苦，五复所计本恶业故，命时欲灭，悲泣而言，谁救济我？一切悉以金银杂宝，身为奴仆，一切作使我悉能为，王位自在，我悉不欲，不虚财物，但求活命。如是仁者，我等不虚饮食，诸王自在，实则上辈会归于死，天使甘露亦归磨灭，种种百倍王所贪着，求食则无，饮食等位我等不虚，我等求闻正法，令得离苦，愿离爱父诸劫烦恼，皈依世尊，愿离诸父。我等敬礼大仙世尊，为诸众生未知人者，名字何等，愿自说之。要上菩提萨多言：世界广博，众生名字宁可尽之。诸年少言：我等愿知仁者名字，甚深名字愿为宣说。要上答言：我名要上，治众生病，药中最上，我今为汝等说，令离诸病，灭除一切世界病苦。世间贪为大病，能除灭之，嗔为大病，无知众生流转地狱，畜生恶鬼，痴为大病，众生受苦，皆能灭除。诸年少言：闻此妙法，离诸苦难，凡夫无智，受诸苦恼，闻此净法，离诸恶业，离恶业故，无恶道位，速见如来，救一切病，医王是药，疗治众苦，仁者速去，礼敬如来，以我等语向世尊说，世尊能除我等之病，灭烦恼火，欲火烧身不能灭除，我等疾苦愿佛怜悯，身为重担甚可怖畏，三毒所压不可得胜，去来长担不能远离，不知死至，不生惊怖，不知解脱道，亦不知是解脱道者，以愚痴意自谓不死，见父母死，忧不生怖，诸业烦恼浊乱，
其心受诸苦恼，云何而食？我等无名父心有如是苦，大不重担，享行己受，痴爱无智，流转诸有，世间往生不食谢钵，世人愚痴欲以相汤，衣以上服，食以上味，耳听乐音，种种自欲，种种好色，乐欲观之，一切好味舌求贪食，细软之处身欲啄之，二身合痴心未乐，此身顽痴何处有乐？着好履洗，衣服饮食无如之何？临终困滞，无有能救，自不能救，衣服之具岂能救济？生在世间，持诸相马，当作恶业，不求解脱，自作鲛人，不知后报。我等前死有生，今生有死，忧悲苦恼，我俱见父母兄弟姊妹妻子丧亡悲哀忧愁苦恼，皆悉见之，诸行皆空，智者云何而生乐着？不求寂灭法，不求离生死法，以贪负心生在世时，不行不施，一切过中无过贪心，着于世法，多作有行，不知修习禅定解脱之道，不知发大誓愿成无上道。佛是父母，佛是世解脱道者，能欲利益众生，欲知众生不知护法，发心愿求无上菩提，名为护法。一切行空，财物亦空，若观我空，不复受生。愿仁者怜悯，以我等语具向佛说，为诸菩提洒脱故，诸菩萨法不应懈怠，勤修精进，舍恶行善。仁者为我往至佛所，礼敬如来，作如是言：世尊，知一切法悉无有疑，恶魔眷属佛已调伏，如来已能燃大法具，令众得乐。如是之法能成佛者，我等未闻。仁者速往佛所为我等故，我等不见如来，犹未得度。32相80种好，见此身已，然后得度。尔时要上菩提洒多欲诸年少，汝观上方有何等相？诸人闻已，即观上方，见500化佛，又见3000大台、7宝岩饰、7宝罗网，已覆其上，如莲花叶出种种香。时诸年少问药上言：此诸花座是何等相？药上答言：此是汝座，速至佛所，礼敬如来。诸年少言：我等不知所行之路，不见如来知意何方，礼敬如来。药上告言：汝但礼敬如来，世尊如虚空尘无有住处，如来亦如是。如来安住处如须弥山，如来等须弥山如大海水，3000世界微尘数等十方菩萨欲求佛住，不知所在。十方诸菩提洒脱但遥礼敬。诸年少言：愿人此恩满我所愿，心欲见佛，亲近礼敬。药上告言：如来不求香花，为众生作因，令离生死。恶魔眷属不共争论，皈依佛者不入死门，速得法陀罗尼，发净心愿，即得见佛。尔时世尊以迦林频接音悉然微笑，从其面门放84000光明，遍照3000大千世界，下至18地狱，上至阿迦尼扎天，其光杂色青黄赤白玻璃等色，如是等光从面门出，遍照3000大千世界，欲思光者一切众生皆得安乐。照世界已，还至佛所，绕佛七匝，从佛顶入。尔时要上菩提洒多从座而起，合掌向佛白言：世尊，我欲少问，若佛听者乃敢发言。尔时世尊告要上言：善男子，随汝所问，如来为汝分别解说，令汝欢喜。要上白佛言：世尊，此30000亿年少欲听如来微妙身法，愿为说之。佛告要上：善男子，若闻如来深妙法者，
当学诸法，得具足一切功德，今日即得住于始地，能积大法鼓，建大法床。要上，汝见如是大台否耶？要上言，世尊唯然以见。佛告要上，此诸年少今日得作此台，正一切法，满足一切善根之法，今日当得积大法鼓，无量天人得闻法已，悉得利益，无量地狱众生得闻法已，得被恶道。说此语时，众中九千亿老众生得须陀洹果。要上，闻此法者得离一切苦，具一切善法。要上，一切皆能成就佛身。要上，汝观四方诸大菩提洒多。尔时，要上即观四方，见东方界五十亿恒切沙菩萨而来向此，见南方界六十亿恒切沙菩提洒多而来向此，见西方界七十亿恒切沙菩提洒多而来向此，见北方界八十亿恒切沙菩提洒多而来向此，见下方界九十亿恒切沙菩提洒多而来向此，见上方界百亿恒切沙菩提洒多而来向此，道义皆于佛前在二面住。要上白佛言，世尊，于虚空中见黑色黄色是何等相？佛告要上，汝不知也。要上白佛，唯佛如来能一切知。佛告要上，此时恶魔及眷属欲来至此，要上，汝欲见否？要上白佛言，世尊，我欲见之。佛令要上即见恶魔。要上见已，白佛言，世尊，何因缘故恶魔至此？佛告要上，魔欲乱此法座。要上白佛言，世尊，此诸菩提洒多为观诸年少受位故来。要上，汝见此诸菩萨种种形色，种种相貌，种种力否？要上白佛言，世尊，唯然，我见百千亿恒切沙菩提洒多自在神通而来至此。尔时，世尊说此法已，一切勇菩萨、要上菩萨、一切老少众生、一切天人、世间阿修罗、钱达婆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定待奉行。补缺圆满真言。唵呼噜呼噜舍伊摩诃梭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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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唵呼噜呼噜舍伊摩诃梭诃。回向偈：发大菩提心，地狱放光明，人天得解脱，三界复清净。我及诸众生罪障悉消除，安稳得如意，身心无挂碍。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